私の番ですわ。你表现一下。さあ、行きますわよ。哇，你发威了！哇，好扯啊，杜瓦利！打赢团长啊，杜瓦利！これが新作の実力ですわ。还有五万呐、啊！よし、掴んだ。当然ね、精進あるのみですわ。你还敢升等啊？もっと精進します。機能向上ね。よし、やったわ。とレベルアップ。他这样设定真的是经验爆表。哎，还是赢。好啦，那我们知道可以收工。然后今天有一些银色我们可以开一开，然后这游戏打四连七。五颗，好意思，五颗。ついてるな。亚修的便服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ついてるな。主要也是来拿 skin。使えそうだ。ついてるな。哦。三 U 啊，亚丽莎啊，该不会是那一件我们之前一直穿的？使えそうだ。从第一层重新打会不会有金？理论上按照他的说明是会有啊，只是就没必要啊。就我们可以打后面，其实更好，经验值也比较高。亚修在哪？有啦，哎、欸，是变色啦！以前是黑色吗？我怎么记得以前好像不是黑，好像是红之类的，比较花一点。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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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！Respect respect。哎 ，good good good， 不良。然后，呼呼个，以前是白，现在是黑哦。你还异色一下。这样你都异色了一下。最后不就该 leader 一下吗？Very good。 我们要去哪里？要用跑的，要用跑的啊，这里。接受挑战133，试炼降50等加，不晓得是不是也是加50等。这样好像打不赢，加50等的话，好像打不赢哎。我可以退缩一下吗？我们应该公平的打、啊。望むところだ。させるか。はい。225等。225等。225等。
你说不应该加，因为也没道具。哦，好，没经验。误会了，误会了，误会一场，误会一场。没事啊，你那个先手三回合还在啊，我没有把你打断。啊，我们只是设定有问题，设定有问题。直接啦。試練の扉を起動。会怕、啊、会怕、啊、我们还得让三回合呢。你谁？哎，你看这个就很痛了，刚刚还不是运气好。闪避了，看不到伤害。算打离了呢。来，来，天罗星，全部，行くぞ。呀。排除一切障碍，行くぞ。还真的被排除了。メソ、新規合一。俺の番だな。俺せ、烈光寺、コムラ。俺の番だな。痛啊！万物無天、無は有にして。ユウはまた無難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を一刀。暴击！無人拳。哇扯！行くぞ。風よ、我が力となる。第一下战绩好了，跟你拼了。两招 SG 不行，完了完了完了，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，我害怕了。解你状态，四回合了，怎么那么快？风鸣，然后结果都用不到。又亢奋，那我们能做只有一件事情了。这也有料理会回吧？十五、三十、三十、八十，OK。好可怕哦，对方，凶爸爸。我的番だな。我的是烈光寺コムラ。恐怖哦。我的番だな。恐怖哦！不用加那么多啊，客家精神摆出来，有黎恩在，没烦恼，全靠黎恩。
李恩的奥义无刃剑强化成真无刃剑，还可以强化。亚里欧斯的大招也增强魁。太扯了。4 S 加暴气之后不晓得变多少，5 S 加吗？大招又更强啊 ！OP 5 S， 风技 200% 啊！这以后刷就可以更简单刷了，然后挑战可能的试炼を提示。八九十，我们下次可能看一下，先把这个要150等的多练起来，然后第五层我们之后也要慢慢往那里走啦，但是因为不小心重置了，所以我们还是只能从第四层开始打起，但也还好，反正第四层打起我们就一样继续练，把这些暴力猛攻训练的通通给完成。看看我们还可以获得多少的黑萨姆利亚矿，我们现在有几个可以看一下，应该在材料吧，29，哎，你看29，哇，这可以做几个人的装备啊。在这交渉プログラムを起動。矿是矿哎，一个武器一个一三嘛，三个六个可以做一个人的最终武，六颗可以做一个人的最终武，六颗，所以几乎是五个人，有五个人可以做，太扯了。你说梦幻碎片是不是满？不会啊，你说这个碎片吗？4200啊。哦，有人说李恩的那个是不是？好，我们看一下。闪之碎片没有，还差一个。我也是记得。你看这好扯，三个碎片一个宝玉，三个宝玉是要九个碎片，疯了，差一颗做五人是还好，因为有一些人之前有做了，所以如果是他们最终五，我们就可以看看，至少那个啦。有人说我们的最强魔法师、最强魔女。艾玛是不是可以来加一下305？其实魔法加的没有到特别多，就多100而已。但是因为他是艾玛，所以呢他的武器直接强化啊，确实没有三种神器，命葬世界之术，传说能创造生命，都没问题，做起来就对了。其他的我们就先继续留啊，不急，等到我们算出一切再说。舒服舒服。你说艾玛？李恩是5876，哎呀，4439，要破五其实比较艰难哦。他是有办法再加一些，但是还差500就比较难一点。没事，我们就慢慢再来。下一次就像我们说的，我们会再看一下故事，然后后半段的时间就继续把这些任务给打透透。然后就可以迎来第五层啦！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，我们下周三再来继续努力，大家晚安喽！啵啵啵啵。